一大帮警察杵在这儿等一画画，这不扯淡吗？大海捞针的事儿就辛苦你了，陈哥，准确率不低于90%，说明他不是光头，也不是寸头。这画都什么呀？随便扒了点。你还有问题吗？出家捞针。你干什么去啊？你去哪儿？找地方画像，随意。这里就有吃的，我有。分局门面，承认你一天休假，都吃我糖了。这桌上几粒糖你都记得？这活得找沈毅，我找沈毅画家。你要这样去盯着我吗？没有，我放松，我想发呆呢。沈毅，你能不能？能。他们要跟沈老师一起啊？这就是警察。怎么会？我可是某人的底牌，你是我的底牌。干净的感觉真好。他好像忘记了一个声音。你一直跟着我，不然呢？你找我干什么？两个世界的交界，你别说我画得还挺像。转过身就跨越，好久不见。I miss you, I miss you， 你慢慢的靠近。我承认这是心跳的证明。枪是保护你的最后一步。